欢迎来到我今天自己的双台双小影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看能不能把这个游戏搞定吧。查开一款新的游戏，怎么这画面变得这么灰暗啊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没有注意看。
投影的世界。那怎么办呢？还要去找他吗？这两个应该要搭在一起吧？搭。姑且像吧。Thank you.
先跟这个接在一起吧。先去把黄色的开关。蓝色。
这个到底故事是什么样？这个蓝色的小家伙一路爬上去，看到了太阳。然后呢，他一路搭着飞船抵达这个太阳的核心区。然后呢，这个核心区是一个大蛋黄。他这边走了一扇门，这个门里面有一个神秘的这个宝石吧。那这个冒着火的家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跟中国之类的，也可能是原住民。然后呢，这个跟踪狂可能就偷看吧，就在那边偷看。偷看什么呢？这个怎么有红色的人呢？是光照着变成红色吗？原来我还是蓝色的人。他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。然后呢，这个在这个怪物的帮助下，到了这个。到这个地方来，又找了一个符号。然后呢，他到这个很奇怪的这个刺刺的山上，然后电梯上网，哦，也可能是电梯下网，到那个水池，在水池里面又找到另外一个符号，然后努力爬出来。然后呢，他就找一个迷宫，这个迷宫也大，这个抓死我了。这个时候有一个死迷。但是不知道什么小东西帮他往外开，所以帮他跑路给土著，然后他们就找到一个符号。他到底找到几个符号啊？然后他带着这些符号搭上了一下列车，然后列车到站，然后他就这个搭着这个爬上阵地。照这三个，这是他找到的符号吗？好像是吧。他就把他找到的相对应的符号放进去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是回到过去吗？他脸色变成是苍白的，是时光飞逝吧？我觉得遭遇了什么莫名其妙的灾难。整个世界变得很黑暗，然后呢，下一张啊，就这样。真的不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，好像就是一个回圈吧。他一直在收集那些东西，希望能够回到过去那种感觉。然后会一直，然后又不断的重复的遇到灾难，然后他就剩一个人之类的那种感觉吧，不是很清楚。好吧，不管了，那我们这游戏就这样结束了。8点半的时候我们开4个教条，那8点半的时候见，下家，待会见，拜拜。